大小姐，终于回来了。什么 party 这么嗨呀、啊？玩这么晚？晚上天冷。Let's go。穿这么少，也不知道披件衣服，小心老了得风湿。谢谢你。你干嘛？你喝酒了。他逼你喝酒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就喝了两口，没逼我喝酒。那你找到什么线索了？我就说他是骗你的，是不是？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？哎，你过肩摔这么厉害，你为什么不摔他呀？没你说的那么夸张，没对我怎么样。我也没对你怎么样，你也摔我呀？你这是不是摔他是不是？不要说的那么难听，好像我绑架了他一样。少元，我有对你很失礼吗？你看，我可是个绅士，不会动粗。我只是想跟夏元吃个饭，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劳尔斯，算我求你放了他，他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不要在人家面前逞英雄。Tom, you got some gum? Xiaoyuan. Actually, I've always liked you. But this time, you really made me disappointed.